说他两块戏。小崔啊，哎，你带上啊。你学坏了你呀、啊！你这招太阴了你！你不怪睡不着觉，心眼太多了你。该啊！谢谢啊！他们主持人都这样。这么的吧，从现在开始你一声不许吱了，一声都不吭，听见没？记住没？说话呀！你不不让说话了吗？跟你合作太难了，你说这辈子没有过默契。崔爷、摘了吧，嗯，咱接着唠。好，嗯，那我就再问大叔一个问题，啊，嗯，怎么了，大叔啊？啊，他胃疼，嗯、啊，说你胃疼呢，这咋还下垂了呢？胃在哪儿呢？哎呀，大妈，您家教真严呐、啊！您让大叔哪儿疼，他就哪儿疼啊。没有他，身体不舒服。你问我呗。行，嗯，我刚才看了您这书啊，嗯，第一章就叫《回家》，嗯，说的就是上次做完节目回铁岭的时候，那场面特别壮观嘛。那怎么叫特别壮观呢？那是相当壮观的，那家伙那场面大的，那真是。锣鼓喧天，鞭炮齐鸣，红旗招展，烟山迎海。小崔，我求求你，我把这玩意带上吧。我说的都是假的，是不？真的。你听不下去是不？能。那你扣他干啥呀？胃疼。这么烦人呢，你真是。崔，你接着问啊，不用理他，没见过世面。是，我知道，其实大妈成了名人以后见世面挺多的哈，参加的活动很多吧？那相当多，一天到晚俺们就是到处演出、四处演讲，还给人剪彩。哎，出场费也不少吧？他八十，我四十，嗯，都税后。哦，那都给哪儿剪彩啊？都是大中型企业，大煎饼铺子、铁匠炉啥。俺们那嘎达有个挺老大的养鸡场，那都是我捡的。是他捡完就禽流感了，第二天。当时死了一万多只鸡，最后送他个外号叫一剪梅。他不说话能憋死你吗？能憋死你不？能憋疯。怎么那么烦人呢？你说你这人，你说。我不稀得说你那些事就拉倒了，你给你留着面子，我不稀得说他、你说就他吧，就好给人出去唱歌，你这嗓子能唱啊。那天呢就上俺们敬老院去给人唱歌，拢宫底下坐着七个老头，他嗷一嗓子喊出来，昏过去六个。那不还有一个呢吗？还有一个是院长，拉着我手就不松开了，那家伙可劲儿摇啊。大姐呀，大哥这一嗓子太突然了，受不了啊，快让大哥回家吧，人家唱歌要钱，他唱歌要命啊。你好，你得了中风还上精神病院给人讲演去了？嗯，讲一天一宿。怎么的，精神病都出院了？有效果、大夫疯了。哪大夫疯了？我问你，崔大夫就疯了。哪崔大夫？就小崔大夫。怎么说话那么不负责任呢？你说你这人，崔呀、千万别痴心啊，他没说你，他说话这么，这老年痴呆，你出门忘吃药了你。崔，咱接着唠唠文学方面的啊，省着他擦嘴，怎么那么烦人呢？你说你，那大妈，咱就还说说您这书，我听说您那个月子二正在创作当中，还有十万多字就截稿了。哎呀妈！哎呀，怎么的？胃疼。忍着，你们。哎呦！那么吹。哎对，你接着。我听说那个读者特别期待。怎么说特别期待呢？啊，那是相当期待。那家伙那看完月子
意就想看月子二，都搁那儿憋着呢。那这话是真的，那憋的是相当难受了。那村长啊，就上俺家就堵着门就告诉你，别让你媳妇让俺烂走了，赶紧写月子二吧，村头厕所可没纸了。小崔，我恳请你们中央电视台封杀我，走了，不录了。哎，怎么这又走了？都干啥呢？别走，别走，又走了。你说你干啥呀？你说我本来还想指着这节目再火一把呢，这家叫你给扒的，你说都直播出去了，都看着呢。没事，这节目收视率低，没事。低也不行啊，我白云大小也是个名人，走了，走吧。这是什么玩意儿？怎么的？你白云什么名人？那就是个人名。你说你咋这样？你说这录完一回实话实说，你咋这把你祸害成这样呢？啊，咱就是农村小老头小老太太，咱写啥书啊？小学还没毕业呢就写书啊？你看那家七天憋出六个字儿，兄弟，这都乱说，你就老老实实就得了呗。你说活多累，你这样呢，你飘吧。你说不上哪天风大把你这块云彩飘走了，怎么的？你黑土有能耐也飘啊？我飘起来是沙尘暴。你走吧。对呀，对不起啊。没事，你大妈已经不是你六年前的大妈了，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。你听着那么别扭，你别别扭。嗯，不剩最后一句了吗？大爷给你录好不好？嗯，你坐着，我说最后一句话，我还想好了呢，还没说呢。我也说，怎么的？你不走吗？哎呀，你看呢，本来这节目收视率就低，你说要把这播出去，那收视率相当高了就。大叔大妈呀，我们这节目改了，结尾它不是每人一句话了，它是才艺表演。你看二人转这扇子我都给你们准备好了，一人一把。这我不要，都给他。作家，不能要这玩意儿。才艺表演吗？你让我给带个头，二人转的手绢，看。你这才艺表演擦玻璃呢？你这玩意儿它也不应该是那么个事儿，它应该是这么回事儿，正在接住呢。嘿，这不就是？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啊，这玩意儿吧，撇出去，接回来就好。哎，咱欢迎大叔给咱来一段二人转，好不好啊？来的，我没带人。大妈在呢吗？不能唱，也没人请我呀。请请，老口。小样啊！你干啥去？换衣服。